首先你得先拥有一双大长腿啊，然后再拥有一辆 G28， 然后你就可以优雅的上车了，对不对？销售颜值都那么高吗？对呀、啊，我们摄影师已经撤了，现在没有摄影师了，已经。起码要有巴黎世家，对不对呀、啊？不是吧？不是吧？嘚瑟吗？当然没有嘚瑟啊，怎么会嘚瑟呀？没有嘚瑟的好不好？本来就是嘛。首先你相信有一辆 G28 嘛，你没有 G28 你怎么优雅的上车呀？是不是啊，宝贝？你没有 G28 怎么优雅的上车呀？所以首先哥哥你得先有一辆 G28 呀。感谢我们送出来的粉丝灯牌，然后新进直播间的哥哥没有点红心，没有点关注的，咱们把直播间的这个小红心小关注点起来好不好？上点红心，下点赞，出门就赚100万。尊享的有现车吗？要什么颜色的呀，宝贝？豪华版没有现车的，652T 豪华版没有现车的。你说的那个652T 豪华版，652T 有现车的，652T 豪华版是有现车的。我在榜几呀、啊？主播的个人账号在榜一的啊，宝贝，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主播的个人账号在榜一的啊，宝贝。后排空间，后排空间 OK 啊，这个后排空间多大呀？是不是？后排空间很大的呀。木地板呀，别克的脚踏板，这些全部给大家带了。二排空间很大的呀、啊，宝贝。不、哦，这能让你看到，真的是。二排空间很大，这个你不用担心的。这个是二排空间多大呀？是不是？